一说巴黎是我们儿时的梦想，因为对于我们这些老年人，就像我们团队平均都60岁了，我们是伴随着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成长起来的，应该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啊，看到专业的演员跳芭蕾舞啊，我们没有机会去尝试，现在呢，我们退休了，我们有太多的时间了，我们去享受我们喜欢的这个芭蕾舞。Life. Lif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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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fe.